饿的画面需求。之后可以搭载一个男友视角。拉库天嘎鲁斯，幸运的是。好啦好啦，可爱可爱。加油吗？加油啊！丹丹讲的是，有没有去过？有在去过？有点大，有点大。欢迎收看《姑娘放肆》，我是 Mina。今天这个是走一起出发吧，我的名应该是这样吧。现在是凌晨大概5点左右，然后我们人在桃园机场，今天要去哪里呢？大阪、关西，我们要去甲子园，我们要去阪神的活动，他一年都会举办一次台湾日，然后会从中华职棒这边邀请各队的女孩代表参加他们台湾日的活动，这已经连续好几年了。然后他们另外也有跟中信兄弟就是合作，所以他们每年也都会有他们的交流主题日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准备要出发，我们 day one 表上是没有写任何的东西，那我们现在有点害怕。反正就是一直记录我们这次阪神行的影片，我也不确定内容会有什么，反正就是这样，遇到什么记录什么喽。那我们等等见。3点起来化妆，哎，这是我们睡歪的朋友，刘海，我有醒过来一点，风光明媚的，风光明媚，开始上班，开始上班的朋友，我有说错吗？风光明媚，我们现在正在那个一起上班，急忙取素材，那我们等一下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回饭店睡觉啊。好像蛮有道理的。我们在出发前，我们在讨论说，今天自由行程我们要去哪里？然后就讨论很多地方啊，新街桥、高公路啊，对，然后什么环球外面啊，吃吃喝喝。就我今天飞机一到一下来，眼睛一睁开就想睡觉。先把行李先放好，看精神如何。不，我们现在玩。我们不是等下要练舞吗？哦，对，我们等下要练舞。反正明天就见真章了，明天就知道谁出事了。耶、yeah ！上车了吗？上车了。好，上车。你是导游小姐，我当导游，你们可能完蛋了。但我们可以卖个不错的价钱，只是说称重的部分嘛。哦，那我很值钱。观光客。一号观光客，二号观光客，三号、四号，欢迎大家来到甲子园。我们刚刚原本想说，今天呢，这边有那个对乐天的比赛，然后我们就问了一下，说如果有时间，我们要来看比赛。结果呢，殊不知超可惜的，因为没有票了，只好走我们自己的行程了。真的不是我们要买东西啦，就是对啊，要没球赛可以看。究竟为什么画面就变到了饭店里面呢？因为睡着了。出去逛完回来没多久就太累就睡着了，结果好像也没去什么地方，然后就睡到晚上，然后现在就开始练舞，准备明天的台湾日。这次要跳两首歌，然后我的室友还在努力着。噔噔噔噔，这有热腿生活热。哎，看。加油，来，肯加油！为什么没有写呢？因为我练完了。饿的画面需求，之后可以搭载一个男友视角。你来我吃 Pocky，Pocky 超好吃，你要不要吃？噔噔噔噔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甲子园球场了。准备开始我们今天第一个行程，要去拍照。我们昨天正热烈讨论说我们要去哪去哪，然后结果只有四一个人跑去每天逛街。没有啊，哎，这难得来日本，就是甚至有一天都还是要逛街逛爆。
然后我那个放下大话说要去什么环球啊？对，你那时在飞机上你说你要去环球，心在叫啊。那为什么最后在睡觉？我觉得睡到连晚餐都不吃。我还想说哇，好同意，好狂野哦。他说他要去环球，我是没办法啦。结果搞了半天只剩一张睡觉，什么意思？啊，出来了，我们就出来了。你今天有准备你的那个吗？自我介绍，我昨天先走。没有，我想说我先把舞练好吧。他从我昨天还没睡觉的时候就开始练，然后练到我今天醒来还在练。那我们期待今天 like 的表现。阿姨都在吗？哦，搭电梯。啊，为什么只有我们三个人？我们是 team B， 然后 team A 的他们现在是跟我们相反的行程，他们要先去另外一个地方拍照，然后再来这边拍照，然后我们等一下会去他们那边拍照。对，有分两组，所以这边就看到我们三个人啊，来到另外一间休息室。那、啊、你怎么有手套？我对啊，你从来你为什么有手套？你为什么你有手套？为什么你要干嘛？这是大地口吗？龙炮炸裂，龙炮炸裂。Miu， 好，我们来看看兄弟的、啊，兄弟的怎么唱？哎，我们最近有什么？哎，我们最近是有新歌啊，有新歌，有新歌。对，新歌就一直拉小提琴，超莫名其妙，我就一直这样啊，怎么唱？我不知道，我想不起来了。来跟你们讲，统一的没有这个困扰，统一的所有应援曲就是吼吼吼吼吼，先吼再说。哎呀，亲。前进球场，天气超好。甲子园的历史馆。哇，全部都是球！哎，这好壮观哦！啊，有台北的，有看得到吗？台北公、台北三、台北一中、嘉义农林。素晴らしい。台湾日本一起加油。是蔡英文。啊，这是我身上的。哎，记录一下这个值得纪念的一刻。哎，你怎么没有穿同款？哎，对，你的怎么不同款？我跟人家不一样。完了，认不出来了。他可能没有带错衣服，就是他们叫我穿红色的。委屈，不一样。跑起来！病房今天要来帮台湾日做台球。我都没注意到，好开心哦。可以了。欢欢之中，我们结束了，我们完成我们任务了。听说令堂在日本的粉丝也是不少，师奶杀手。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刚刚那一位球迷给我们的花，这个欢迎来到甲子园，超用心。然后他还给我们每一个人一张卡片，然后我的是这个 Mina 一起跳青森睡不觉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下次再一起去青森看他们的睡魔祭。包场啦！他们这个就是观众可以总数到多少？4万还是5万？4-5万，对，那很多，可以容纳4-5万的观众。真的耶，好凉哦，纯甜，好赞哦！刚爬上来，因为台湾真的没有这个吧？对啊。好，我帮你们拍照。这也太烫了吧！100分，好棒。我们俩就看丹丹会不会忘记蹲。那我们今天一切顺利，顺利，加油，不跳错，记得蹲下。台湾カラオケでございます。各チームですね、シアガールの皆さんにお越し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。こんにちは、私は西です。初めまして、私はユニガールズのミナです。
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私はライクです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中心兄弟のシシです。はじめまして。私はフーバンエンジェルスダンダンで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私はラクテンガールシーンです。イエーイ。跳完的状态，跳完然后也开球仪式结束，欢迎过那个令堂，然后也跟令堂拍到照了，一切都很圆满顺利。噔噔噔噔，打的第一发是我。来球场就是要吃球员便当，吃球员，不知道生下好不好吃。生下，生下，他说他是神奈川出身，所以他们的便当就是用那个牛肉。好不好吃？哦，不要不要开始笑。他感觉很娇羞。哎，他真的跟上面长得一样。来问一下大家好了。来，丹丹 first。哪里？请问你今天有什么遗憾吗？什么遗憾吗？我今天好像很完美耶。你说你的哭马吗？台湾黑熊。我不是哭马。他们问说，我是台湾Taiga。他就说他们这个是因为板神虎榜的，对啊，不是，是熊。我今天还搞了很久，西西还问我说你到底要多久？我今天的遗憾大概就是耳朵长得不一样。咪咪，教大家日文。我不是耳朵的日文叫做咪咪，咪咪的中文就是那个日文。西西有什么遗憾吗？就是待在日本不够久。shopping。艾可有什么遗憾吗？今天？那你刚好跳错吗？有一个地方，我们练的影片版本是在正拍，可是发现他们的啦啦队跳有点慢半拍，然后我就有点不知道跟谁，所以有一个地方我就是那种抖了一下，抖了一下，就跳完了。哎、欸，他有事情要问你怎么你有遗憾吗？你刚刚说他的妆很漂亮，对不对？我一颗一颗粘上去的。你一颗一颗粘上去，他粘了一颗爱心，他从早上的时候我就看他的爱心。你怎么会相信？那你幸运有什么遗憾吗？今天？我的遗憾是我们刚才自我介绍，那我就已经想好，我要讲说我要特地把这个拉夫天盖鲁斯加进去。但是我们习惯讲拉夫天 girl， 英文，然后结果还是讲成拉夫天 girl。好，再给你一次机会来再一次。我的希望，哎，我肯定希望，我的希望，拉夫天盖鲁斯，幸运です。好啦好啦，可爱可爱。加油吗？加油啊！等等的是，有没有去过？有点大，有点大。问一下第一个开头零食，他感觉超紧张的。真的，我后来又叫我手拿麦克风，然后我手就这样子。他真的，零食有后悔的吗？就刚懂那一下。你刚有看吗？有，我刚有看。我才跟我讲。然后我们等一下三局后会一直在他们的直间出现刷存在感，对，他们会有一些直间活动，对，让他们有台湾的感觉。我们下班啦！顺利结束。这是我的耳朵好朋友。我们是耳朵二人，那个是假的，对，那个是假的，你们也是假的，你那个是盗版的，我只是空心的，我是真的好吗？他这个空心的可以把那个太空心了放穿过去。好啦，那我们这次记录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随姑娘放肆，我啦，我是来两机器，好，来我去前面，很忙很忙，来三二一，喜欢的话记得一起按赞、订阅、分析小铃铛。分享哦，喜欢的话记得留言给我们。拜拜。哎，老板之后可以买一下这一台，看起来还蛮好用的，很轻盈哦，好用吗 ？GoPro 老人家。啊，阿庆，打妹，打妹，牙大牙大，等下下面有人暴动怎么办？就是中野的味道，中野不符合他。那我现在饥不择食。